水利啊，这久无看你这么欢喜啊呢？哦，啊，今日拢是你的手露菜哦，我看你真用心去准备呢。当然啦、啊，今仔日哦是我做人上欢喜的一天，会当到我亲生查某囝团圆，会当和伊哦吃我煮的菜，我当作我这世人哦已经无这个机会啊。天公伯对我也是真好诶，这份亲情哦，我比啥搁较珍惜。过去我讲一寡伤害小婷的话，伊可能对我搁有一寡心结，所以我一定会尽量来弥补伊。我计是天性，啊，虽然讲之前你甲小婷有误会，要毋过伊啥讲，伊咧出代志的时阵，你下性命去救伊，伊嘛感动着啊。啊，你咧烦恼讲，惊伊无法度原谅你。啊，小婷这囡仔吼，心肝真善良。我的卡一早就已经原谅你了。啊，对了，妈，我今日穿安尼，敢会呢哈？啊，是不是爱换一束较素的？啊，我搁烦恼哦，啊，伤素啊，看起来哦，会足凊彩的啦。你莫遐紧张啦，啊，免想遐多啦，自然就好啦，吼。啊，对了，啊，天雄还袂转来哦。哦，啊，伊拄则有敲电话转来讲哦，伊个咧无闲，会敲我转来啊。爸，我回来。是。哎，来啊，来来来，车队啊。哎，小婷，你真正来啊？我袂输你做梦的。妈，你莫安尼讲啊，我都答应你要回来，就一定回来啊。乖，真乖。哦，啊！你进前叫我阿妈时阵吼，迄是对长辈的称呼啦。啊！你即马叫我阿妈吼，迄着正经吼，我查某孙你甲我叫啦，我真欢喜啊！啊，对啦，阿妈吼有准备个见面礼呢。啊吼，你着莫气嫌哦。啊，虽然讲这金马吼是较怂啦，也毋过吼代表阿妈对你的心意啦，吼。来来来来，啊，阿妈甲你挂起来，吼。叫小婷，那安尼讲啦，小婷啊，啊你敢知啊？迄个是讲吼，四岁结婚的时阵吼，啊身躯挂足一金啊，迄个表示讲吼，时代吼真甲疼他，啊所以讲吼，啊你年底来结婚的时阵吼，阿妈准备足侪足侪金啊吼，挂你身躯的，啊？燕哥阿妈，卡叔讲我甲四瑶的婚礼你无多接受，那安尼？我都无机会让你替我挂金嘛。咱大个哦，会使先食饭啦，爸讲看我再回来。先食饭啦。哎，小弟慧敏，你来啊！阿刚，我等我等真久啊。小婷哦，伊嘛拄我才到啦。哦。你是咧无闲啥？这么重要日子，即马才回来。哦，我着去户政事务所提咱个同意书回来啊。我想讲，趁今日这难得的机会，何小婷会当正式领走归宗，回来谢家，和伊家庭来谢谢，啊，恁大家感觉怎？哦，安尼上好上好啦，啊，这早晚吼拢是爱领走归宗啦，对无？哎，小婷，啊，你讲咧？小婷，安尼真好啊，啊，你原本吼都爱回来属于你的家庭啦。阿妈烦恼妈妈，你我心内，不管你姓啥，永远都是妈妈的照顾者。妈，慧萍，多谢你。小婷。我做真侪伤害你的代志，你敢愿意原谅我？敢愿意
等来香港，坐我的照片。过去一切拢是误会，我是因为苗文的错别。啊，不过既然我认你啊，就表示讲，我嘛已经有认香港，当然嘛是一定会回来。多谢你阁给我一遍机会，会当甲你真心相处。我真正就欢喜的，今仔日是你重新领我这个妈妈的日子，我有一个礼物一定要送你。这是社家的传家之宝，是阿妈给我的。我将这卡手环送给你，以后你就是社会的子缺早嫁，不再像以前，我伫个梦中，想会甲你看好清楚，啊，不过拢看袂清你个面。今仔，你徛伫我面头前，你对我笑，看我笑。人家就兄弟，我就兄弟。安尼真好啦，母仔会当平安来相认，这比什么拢较好。小婷啊，爸爸送你礼物。要等下去提醒的时阵才看会到，阿哥爸的心意是未必另外人少。真正做对小林真了疼痛我，我真多谢恁，原谅我过去这样无礼貌。虽然我人无住伫个家，也毋过我的心早就已经认定恁拢是我的亲人啊。对啊，啊，阮杂志社迄边遐一定唔肯给我离职，所以伊有甲我调整做较有弹性的特约记者啦。安尼我都有时间会当倒来天星斗三工，嘛会当两边兼顾。只是讲，我另外还阁有一个心愿，敢会当请恁成全。我也是希望平时的时阵。我会当回去陪我妈，然后照顾伊、陪伴伊，敢会当请恁体谅？安尼要求吼无过分啦，啊，就照小婷意思安尼啦。啊，当惠平照顾伊遮尔侪年啊，即马倒转来友好，这嘛是应该的。啊，咱就甲准了讲吼，啊，小婷大汉啊，啊搬出外口住，啊，大家总是拢是一家人嘛，对无？虽然我希望小婷会当跟阮做伙生活，但是总有一天，你嘛要结婚，爱嫁人，会离开阮的身躯边，我还是爱关心。小婷，你想要做啥？妈拢支持你。小丽，你千万莫遐尼戆啊！不是小婷的什么行为都当支持的，有一挂代志若是知影，一定嘛无法度接受的。阿妈，菜拢要拎去啊，赶紧食饭啊！对啦。